我在这里见到了一个长得很帅、很会做饭、还很绅士的鬼。嗯，那要不你从了他吧。欢迎回家。 就算是个王八都死了，你们俩打情骂俏的样子，好像情侣啊。其实我从未谈过恋爱。你一个新时代的女性，又不能主动娇娇的。等一下，如果我不是你要等的那个人，怎么办呀？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对我这么好了，锦夏？ 我并不是因为你是我所等之人，才特别在意你。其实，在我第一次见到你开始，便知道情窦初开是什么滋味。宿命和前世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反叛。遇见了你，我终于不再是守在院子里的孤兽。是不是我要等的人，我都不在乎。 现在唯一重要的事，就是履行对你的承诺。南华，南华怎么了？一颗流星代表了奇迹，但一场流星雨却预示着有一个上古人将要死去。不是说我是你的充电宝吗？那有没有可能，哪怕樱花树枯萎了，只要有我在，就能一直给你充能量，充一辈子的能量。静香。